台湾人施压的方式五花八门。而江苏三宝之一的南京板鸭驰名中外，制作技术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南京板鸭正江侧，苏绣工艺天下著，俗称琵琶鸭，是南京地区一道传统名菜。其外形较为干，形状如平板，肉质酥烂细腻，香味浓郁。这个六朝风味的清代贡品，在今天的台北依然飘香。而在台北街头的罗斯福路，居然能找到一家极为道地的南京板鸭。10点了，我们是10点才开始营业。谢谢啊！一大清早还没开始营业，也有络绎不绝的饕客大排长龙。我们的客人哦，第三代的超多的，第四代的已经有了。嘿，他抱小孩来说，这个第四代，因为我们做的比较地道，就是家乡味。嘿，他们回流来买的都是要他们的那个味道，或者他们的家乡味道。我们台湾的气候，你一定要不就是腊月，就是等于天凉的时候才能腌。夏天腌起来根本不好吃。对，我15天到100天的6斤的鸭子做起来才好吃。老板对品质如此坚持的背后，其实是源自于对老师傅的敬重。哎，我们的老师傅他是地道的南京人。对，在南京他的哥哥就是家里就是做这个，民国14年在南京就开这个店，然后他们是民国42年，哎，1953才过来台湾。我们的老师傅人非常好，因为他就一个人，这个店就是他的老婆，所以他把这个店经营得有声有色。对，叫我们做吃的哈，一定要勤劳，而且不能抽香烟呐。哇，做吃的第一就是卫生。OK， 总共8个哈。好的，感恩。直到今天，老板经营店铺的态度依然流露出老师傅的精神。他做这么多年还是亲手操刀，很细心。对，他店里啊比家庭还重要，我们的员工都当着自己人呐、啊。就是那个煮泉水要的那个卤汁，一点味精都没有。台湾最好的鸭子就在宜兰，而南京板鸭从选料制作是非常讲究与要求，秘诀在于鸭要肥、皮白、肉红、骨头酥。制作板鸭的鸭要体长、身宽，胸部及两腿肌肉饱满，两翼有核桃肉，去毛后体重为 1.75 公斤以上的健康活鸭，因此宜兰的鸭子就符合这个标准。所以我们这个都是最顶级的。而老板这样踏实的精神也传承到下一代。他的儿子我也让人感动了，他读到硕士了，他愿意跟爸爸做这个这一块的，因为这个很辛苦，所以哦，他愿意接啊，我们都很感动。能够给你栽培到硕士毕业，你最基本也要去美国稍微绕一圈嘛。他说：“老爸，绕一圈回来是不是要赚钱？”他说：“先把这个技术学好，要出去再赚钱。”可能会觉得爸爸这有一身的好手艺，然后我会想要延续下去，对，然后看也有机会，就是我会想要做年轻人的方式，就是用网络的方式，然后真空包，然后这样子有可能就是不一定说是在我们这个附近的人就都可以买得到，就是他随时一通电话或是网络上下订单，然后都可以吃到我们这个味道。鸭子划水从南京到了台北，看见的是技艺的传承，看不见的却是封存千年不变的风味。我现在就是把味道都是在创新了，好的，对了，味道都是，但是我们的味道都是保持原来的那个老味道，就是这个能把它的这个老味道传承来，我们很欣慰，